这个概念，就是想做什么就趁年轻赶紧去做，不要等到不行啦，身体不行啦，体力不行啦，趁当下的时候赶紧去把你想要的争取到，你就可能明年就没这个机会了。疯子这样的角色定义太广泛了，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疯的一面啊，只不过看他是体现在哪个方面，就比较随性吧，可能就是比较有自己的个性，很拼很执着的一个感觉。香蕉街拍就要可口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